不知不觉我这辆车已经买了6年，在这6年的时间，我其实也升级，然后也加装了很多东西，例如说这个 dash cam 啊，那个脚踏布啊，还有轮圈的升级，从原本的14寸换去15寸。但是这6年来有一样东西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去做，就是 tint。很多坐我车的朋友都跟我投诉啊，那个车太热了，因为没有 tint。为什么我不去连 tint 呢？其实这个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我听很多人说，就是在装 tint 的时候会把这个门皮门板拆下来，而且装回去之后很大的可能性会出现杂音，所以我就因为这一个原因我不连 tint。 就这样子过了6年，虽然说驾车的时候会很热，但是久而久之我自己也习惯了。虽然讲没有听的我自己习惯了，但是我的亲戚朋友啊，他们还是不能接受。尤其是有一次我载着人家出门，因为天气太热没有听的关系，去到那个地方大家因为体温太高进不去，所以之后我一直在找这个代替听的方案。而在最近我终于找到了这个东西，它就是这个 Samurai Shade。这样子的产品其实蛮适合我这种车子原本就没有tint，然后销售员也没有送，再不然就是你的车tint原本就很亮，可是你不想再去粘多一层的朋友。而且其实我个人建议啊，你的车子tint千万不要粘太黑，因为粘太黑的话晚上驾驶视野一定会受到影响。就好像那个小明的接大将，我每次晚上驾他的车真的是西北北大汗，因为真的是太暗了。这个 Samurai Shade 呢，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容易安装，因为一般上平常的那种遮阳板你要安装的话，它是有一个吸盘你要吸在玻璃，再不然就是有一个 clip 夹子要夹着，可是这个它是用磁铁的，你只需要吸上去就可以了，而且很稳固，装上去之后你要开窗也没有问题。这样的设计方便，而且很适合女性的车主使用，这个是我觉得它最好的地方。除了好装好拆之外，它还很容易收，收起来就这么小个，而且要打开也非常的方便。开启之后放上去就可以了。而且这个卖家老板还告诉我，除了隔光隔热之外，这一个遮阳板它还有 99% 的 UV protection， 所以你的小孩子如果平常坐在后面一直 complain 车很热很亮的话，有了这个他应该就不会再 complain 了。这个可以隔光隔热隔 UV， 要给他一个赞。你看到这个东西你是不是很心动很想买？现在我有一个好康要介绍你，就是现在 AutoToyo 有做9月9号的 promotion， 在 AutoToyo 动脉你买这个东西可以享有最高 45% 的折扣，也就是说这个平常的四片装的版本只需要75块就可以入手。如果你觉得你需要后面这个大镜的遮阳板，你也可以另外选购，当然价钱不一样。可是这个价钱无论是你有选购后面的版本也好，没有选购后面的版本也好，都可以享有 45% 的 discount， 平常在外面这个价钱是找不到的哦。现在你去 AutoToyo.my 购买这一个 Samurai Shade， 除了 45% 的 discount 之外，你还可以享有这个价值38块的赠品，而且你只需要输入 promo code就可以有这些赠品啦。重点是这个产品啊，老板给了大家1年的 warranty， 就是说非人为损坏的话，1年内有问题他们直接换一套给你。大家千万要记得哦，全网最低价，而且西马地区包邮，最高 45% 的折扣，而且这个我自己也在用，所以品质是可以信任的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赶快去这个 AutoToyo.my 选购吧。 OK， 在这个影片的下方我们也会放上连接，所以大家快快去选择你自己心仪的这个遮阳板吧。